今天怎么这么困啊？那我就先……行，干嘛呀？人生地不熟的。 我怕是有毒。就一杯水，你倒了我喝什么呀？你干嘛不走正门啊？我是想走正门。家里人太多，我翻墙进来的。 小姐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我京城叶府的贴身小厮。嗯，哦，苏桃呢？怎么没看到她？啊，苏桃啊，她回老家成亲去了。为了赶路，天还没亮就走了。小姐，您先暂且休息，我给您准备早膳。嗯，好。高管家，有人在门口闹事，说咱们青山府扣押了他的妻子。什么？ 一派胡言！哼！今日若是进不了这青山府，我就命人把这给拆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青灵化圣叶青山是我表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！果然我跟小唐缘分深，跟着小唐走，紧握小唐手。 爱奇艺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